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和泰汽车介绍车子的时间。今天阿翔要帮大家介绍一台非常超值的代步车。为什么说非常超值呢？因为毕竟以马三来讲，在几年前其实它销售的非常非常好。那今天阿翔介绍这台是属于二代的微笑马三，那它三代之后是改款，改成混动马三。但是混动马三跟二代马三的差别就是说，毕竟二代马三当初还是以国产的身份在做销售。那从三代跟四代最新款的马三之后，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。那相较比起来，保养维修的费用一定是日本原装进口的费用会比较高。那如果假如说以这台二代的微笑马三来说的话，它的保养维修费用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，因为毕竟今天我们考虑买代步车的话，一定是有预算的考量嘛。那有预算考量的话，那我们当然会希望说，养这台车的时候不会花太多的金钱跟心思在车子上。那当然阿翔也希望说介绍一部好车子给大家做使用。那今天阿翔介绍这台是2011年的，因为它在这个版本它有分 1.6 跟 2.0 的版本。那当然如果假如说以五门的话，它还有 2.5 的集聚，那四门的话它是只有 1.6 跟 2.0。 那阿翔介绍这台是 2.0 顶级版的。那差别在哪边？它是有 HID 的头灯，好，顶级版才有 HID 的头灯。那再来就是天窗，它是有天窗的。再来就是它的界面上，它是有做分区温控，还有 iKey 单键启动。假如说阿翔今天带钥匙拿着，那我直接可以直接点一下那个触及按钮，我就可以直接发动车子了。那其实这台车是阿翔前几天刚买进来的。那它的优点就是说，它这台车当初我跟前车主买，它里程目前只有跑4万公里而已，是不是非常少？当初阿翔听到其实也有吓到，怎么跑这么少？但是其实车主毕竟就比较少在出门，因为毕竟他上下班都是骑摩托车，所以后来他觉得这台车一直都没有在使用，他觉得也是蛮可惜的，他才决定把这台车再卖给阿翔这边。对，那我们来直接看一下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内装，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阿翔所说的，它是有天窗的版本。啊，如果假如说今天跟家人出游，有小朋友，其实天气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以把天窗打开，或者说去郊外的时候可以吸收一下那个户外的芬多精，对，有益身体健康嘛。再加上其实阿翔为什么会想跟大家介绍代步车呢？因为毕竟现在是疫情期间，所以你看阿翔介绍的时候也戴着口罩。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出门可以避免跟人去做接触。那当然我们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代步车，保养好开，保养维修费用又便宜的话，其实有一台自己的车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啦，才不会说啊我要坐大众运输，或者说我要骑摩托车去淋雨干嘛的。好，那其实他在这台车啊，他在顶级版的时候，前车主他这边是有选配了原厂的影音导航，对，他本身就是可以连接蓝牙，还有他内建就是已经有导航了，车主也更新好了，所以他这个导航的界面其实操作也是非常简易，比较方便，很人性化的。那分区温控这边，好，我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温度我都可以依我的需求去做调整，可能我的另外一半觉得他不想吹那么冷，那他当然可以从这边去调整他适合的温度。那 iKey 好，这边阿翔刚有讲到 iKey 的部分，我直接触及一下，我就可以直接做发动跟熄火。然后换挡拨片，后面在方向盘的后方有换挡拨片。然后里程的部分，你帮我照一下，是不是像阿翔讲的一样，目前只是跑4万而已，哦，对。然后上面还是有额外的音控，还有频道的切换跟定速的功能。其实在这个集聚，这个代步车来讲，其实它的功能的实用性其实算蛮多的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来和泰汽车找阿翔，阿翔会用更详细的介绍带大家认识这台车子。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